Hello， 各位 TVBS 187相见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今天的直播时间。今天依旧是非常炎热的一天，这样子的天气，明天还有一天，接着礼拜四有封面要通过台湾之后呢，水汽会增加，温度会略微下降。接着礼拜五，东北季风要增强，而这一波东北季风还没有到特别的猛烈，所以高温大概下降到18-19度左右，而在低温呢14度以上。到了礼拜六、礼拜日会稍微的减缓，但是下礼拜一又有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南下。好，我们先带大家来看天气懒人包的部分，在今天都还是一个偏热偏暖的情况，而且还会有局部的雾在整个西半部地区，所以发布浓雾特报的时间也比较长一点，在今天是，明天也是。在礼拜四的白天呢，同时还是要注意的，就是天气还不错，但是到了礼拜四的下半天之后，水汽就要开始慢慢的增加了。好，那么礼拜四的午后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入夜温度会下降，同时要注意的是在下周会持续偏冷，而且强度会更强，有机会来到冷气团以上的程度。我们带大家来看两张图，第一张是今天的地面天气图，可以看到这边没有显示出来的，这边其实有一个 H， 是一个高压，它指向台湾，所以对于台湾来说天气上应该是很稳定的，而确实今天实际上反应也是。而在台湾环境风场吹的是一个东南风偏南风，所以在西半部地区容易有雾产生，而在中部以北浓雾的机会又更高，还有离岛地区金门马祖也是，而温度都很热，像是在北部地区高温都有来到30度以上，中南部地区33，甚至像是在台南的预警还有高雄的内门，今天都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跟昨天差不多。但是到了礼拜四，地面天气图会有一些变化，在就是晚上8点的时候的地面天气图，但是礼拜四的上半天呢，其实这封面正处于扫过台湾北部地区的情况，所以在整个北台湾东半部地区降雨几率会提高。如果桃园没有下雨的话呢，其实这一天基本上云层也是偏厚的，中南部地区的山区也要注意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飘雨。而当这封面已经通过之后，后头有这个冷空气要慢慢的南下增强，但是因为它的位置比较高纬度，而且它吹的东北风呢相对比较弱，所以对于台湾的影响就是北部地区的高温下降了。但我们要特别提醒你的就是这一个高温下降的幅度你会觉得很明显，因为在礼拜四的上半天高温都还是有机会来到27-28度，还是算暖的，但是到了下半天之后呢，温度一下子就下降了，再加上到礼拜五东北季风增强的时候呢，这个温度就会来得更低，一下子可能温差就会来到10度左右。礼拜四跟礼拜五的天气变化会很大，所以提醒了这个，如果你真的怕冷的话呢，这个薄外套还是要记得带。礼拜四的这一波呢，东北季风等级强度不是到特别强，但是你会很有感的降温。再来看到的是紫外线的部分，我们在冬天或者在春天呢，其实很少会提到紫外线，但是我们从今天开始拿出了这一张图，这一个是在今天下午1-2点的时候的即时观测，你可以看到在整个中部以北呢都亮起了过亮级以上的程度，当然这个黄色的是比较还好一点的，但是其实在昨天的最大值整个北部地区也都是危险过量等级，而在紫色的区域呢是危险等级，红色的是过量，红色的是过量等级，紫色的是危险等级。那么在台南地区呢，也是亮起了紫色的灯号，所以像是气象署呢，也都发布了高温的资讯，在今天下午2点多的时候发布了，针对高雄这个地方，有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在明天也是有这个机会。但是现在高温资讯，因为随着就太阳刚攻下山了之后呢，这个温度当然就会比较降低一点。而这是在今天中午时候的温度分布图，基本上也是跟冬天很大的不一样。全台湾呢，除了中部比较高的山区之外，在整个靠近沿海啊，或者是西半部地区、东半部地区的纵谷呢，都有出现25度、26度以上的温度，明天、后天的白天都还是如此的天气形态。好，接着未来一周的气温变化，带你来看，在礼拜四的上半天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是，日夜温差很大，动辄8-10度，不止中南部地区，北部地区也是。而到了礼拜五之后呢，封面通过之后就是冷空气，东北季风增强，所以这一下子就真的是有点像是溜滑梯的感觉，就往下坠了。高温大概北部地区18-19度，低温14度以上，但是呢
在中南部地区呢，高温还是有机会来到20度出头，而低温则是落在16、17、18度左右，16到18度左右。好，礼拜六、礼拜日稍微的回升，但是幅度也不是特别大。紧接着来下一波又要南下，所以它影响的程度呢，就是从礼拜五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凉意，接着礼拜六、礼拜日稍微缓和，但是礼拜日的下半天，礼拜一、礼拜二又会感觉有点变凉、变冷的感觉。它程度是来到了冷气团，冷气团就是台北市的车站有机会会低于14度以下。而虽然这一波是湿冷的天气，但是它还是会有局部地区比较温度低的情况，大概减个3度左右，所以有机会有接近12度左右的低温。提醒大家在北部地区还是要做好保暖的工作。好，接着我们看到的是未来一周的降雨趋势，你就可以知道呢，其实从礼拜五开始就会转为一个比较湿凉湿冷的天气，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的上半天都是这样，全台湾没有什么雨，只有在迎风面地区很零星很零星的短暂雨，灰色的一点点，还有在这个蓝色的区块也是。而在礼拜四的时候呢，就要开始注意了，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降雨几率会提高，甚至中南部的山区还有在桃园以北，你看到灰色的这一带呢也是有飘雨的情形。而到了礼拜五到礼拜日，东北季风持续的影响，虽然礼拜六、礼拜日有稍微的缓和，但是因为东北季风还是持续的吹，所以在迎风面地区，像是东北部东北角这一带呢，降雨几率依旧是高的。还有在整个吹东风的情况之下，东半部地区山区地形雨也是会出现。还有到了下礼拜一之后，下一波的冷空气要南下，整个带进来的雨也比较多，而且整个东半部、东北部地区都有雨，甚至呢，可能这个冷空气减弱的时候，它的水汽还是会持续的供应。但你可以看到，在整个中南部地区的平地，基本上天气还算是不错。这几天虽然雨有变多，但是呢，它的情况中南部大概就是维持在云比较厚的程度，但是偶尔还是有机会可以看到阳光。但相比于这两天比起来呢，当然天气会稍微的有一些变化。好，我们再来提到的是雾的部分。这几天我们说礼拜四之前虽然天气很稳定，但是有几个天气重点，一个就是非常的热，非常的高温，再来就是会有雾，而这个雾呢又以平流雾为主。什么是平流雾啊？平流雾它其实指的就是吹南风稳定的天气的时候，它属于一个比较暖湿的空气，在碰到地表面时会有遇冷凝结成雾的状况，跟我们昨天讲的反潮现象有点像，但它凝结成的是一个雾。那这个雾呢，它的特性比较不一样，它会长时间都存在着，有时候甚至会累积到一天一天。过去我们看到的一些辐射雾啊，或者其他的物种，可能在早上的时候比较明显，到了中午之后就会慢慢的减弱，但是平流雾的持续时间比较长。而且在马祖进入到三月的时候呢，就是他们的春季，春季呢就是他们的雾季，而雾季的时候又要开始注意了，因为雾季就是三月之后呢，就是马祖他们蓝眼泪开始要慢慢变多的时节，很多人会特别去马祖来看蓝眼泪，那你就要特别注意这个雾也是一样，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所以你很有可能去了之后回不来，或者是你可能去的时候可以搭飞机，回来的时候呢，你只能坐船。而如果真的雾很大很大很严重的话，甚至连航班、船班都会停驶。这个是在今天2月20号。马祖东引的状况，你就可以看到基本上呢雾蒙蒙一片，你根本就看不到前面到底的路是怎么走，所以发布了浓雾特报，也就是200公尺以上的能见度，在超过之后你就看不到了。这个情况在明天也还是会持续的发生。好，我们先来回答一下德根的问题。德根说，春节过后是不是有慢慢转换成春天？其实现在的天气就有一点春天的感觉，就是前几天很热，而过几天就会变凉，甚至有点冷的感觉。春天后母面就是指的就是这样子的天气形态，就是一下子暖一下子冷，所以特别容易感冒，而且容易有那种过敏换季的一些毛病出现。好，然后有继续问到说，今年是不是夏天过后有机会转成反声音的现象？对，但是基本上呢，因为其实在去年的十月到今年的三月之前都处在一个盛阴现象的状态里头，所以它不会一下子就转变到反盛阴，它一定是盛阴接着变成正常再到反盛阴，所以它的时间在三月到五月的这个区间呢应该会接近于正常值。到了五月之后呢，如果真的有比较强的讯号的话，它就有可能会转变成
反声音的现象。好，我们反声音现象跟声音现象，其实在昨天有特别讨论过，可以把昨天的那一个影片拿出来复习一下。再来，春天的封面系统是不是会滞留在通过的机会呢？春天的封面其实比较担心的是梅雨封面啦，因为梅雨它是滞留风嘛，它长期如果在五月的时候停在台湾上空，可能一下子就下了3到5天甚至以上。而我们昨天说的反潮现象呢，在梅雨季的时候也特别容易出现，就是它虽然不下雨了，但是你整个房子里面呢都会觉得湿气非常的重，地板、天花板或者是玻璃都会有很明显的水滴，就是如此啦。好，再来，四月开始是不是会有降雨的讯号存在？其实一整天、一整个月，每个月都有降雨的讯号，只是多和少。而在中南部地区，降雨讯号要变强，可能真的也是要等到梅雨季的时候会比较明显，也就是西南风盛行以及滞留封面通过的时间点。好，我们再来带大家看的是温度真的很热，所以呢，林德恩林老师呢，他就有在他的粉专上面有提到说，哎，这几天的高温很热，像是在昨天台南他们也出现35度，今天台南也是35度，高雄也35度，在高雄的月眉啊，还有高雄的几个地区也都是。那么这样子的情况呢，要注意什么？除了高温会有一些热伤害之外，低温也会有冷伤害嘛。而温差很大也是要人命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今天温差变得特别的大的话，你身体上如果有一些毛病，比如说像是心脏病或者是糖尿病等等的症状呢，都有可能会加剧它的危险性，而且还会有一些急性的中风情况出现。好，那我们要怎么做才会变得比较好？就是要适时的来补充水分，而且要做好保暖。你不要看到这几天天气很像已经变得有点暖和，你就把所有的冬天的衣服都收起来，或者是把外套都收起来，穿起短袖。因为像今天的日夜温差就很大，而过几天呢，日与日之间的温差也会变得非常的明显。偶尔拿出来，顺着这个时间，顺着这个温度的天气变化来增减自己的衣物，才不会让你的身体健康问题出状况。好，再来你看到哦，在整个西半部地区的日夜温差尤其是比较大的，像是台北还有嘉义等观测站呢，不到6到10个小时，同一个测站温差就超过了10度。我们很常会拿高雄内门来做举例，因为它常常往往最高温和最低温都会出现在这个地方。高温像今天都有出现35度嘛，但是它今天的低温呢可能只有20度出头，这样子的温差就超过了10度。好，为什么会有这么明显的情况？就是因为天气真的是太稳定了，高压回流吹南风，而且湿气很少，当然要调节到温度的部分就大幅的降低。所以在吹南风、东南风甚至东风的情况之下呢，大致上都是一个稳定的天气形态。所以我们很常如果听到一些气象主播或者是气象专家讲说，哎，现在东北季风减弱了，接着要进入到吹东风、东南风或者是高压回流，天气大致上是一个转好的趋势。但是如果这时候有伴随着一些华南水汽或者是封面的通过的话，在整个北部地区或者是西半部地区就容易会出现雾，或者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反潮的现象。好，再来，春天后母面，所以它这天气的变化是非常的明显，所以有很多人就会产生一些过敏的症状出现，包含像是本身就有过敏的人，敏感族群都要特别的留意。现在医师就讲说，我们可以做好几件事情来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身体这么的不舒服，或者是有些人可能就会咳嗽啊，或在这个时候就有沙哑的情况出现。我们可以多吃这四款食物来保护自己的喉咙声带，包含像是苹果，因为苹果里头它有一个抗氧化的机制，可以让你的喉咙啊、口腔啊都可以达到一个清洁，还有提供声带有需要的营养。再来就是蜂蜜，它可以抗菌消炎，草莓则是富含维生素 C， 可以提高抵抗力。而绿茶呢，它含有抗氧化剂，而茶树都有助于去抑制发炎，还有保护声带。像是在确诊的时间点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喝绿茶，来让自己的病情快一点恢复好。再来，春季的过敏性的鼻炎也是非常的常见啊，像是我们常常看到黑眼圈，在这个时间点会加剧，还有打喷嚏、流鼻水，还有流鼻血都有可能。流鼻血就是因为它可能一下子太干，那你鼻子可能微血管就比较容易破裂，都是容易导致的症状。还有一个，如果你家里面是有养猫的人呢，或者是养宠物的，你也要特别注意，因为这时候也是他们的换毛季，所以毛再加上花粉再加上天气的变化，过敏族群这个就是
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舒服哦。好，那么中医的观点呢，就是春季过敏的这个时间点，不单它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免疫性疾病，而且是身体抵抗力降低的一种警讯。我们常常说看医生或者是看西医，有些人认为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在中医的观点，它就是要帮你调理好你的身体，让你整个这样子过敏的症状不要持续的这么长，或者是呢可能有达到舒缓的症状。所以可以吃些什么东西呢？像是如果你鼻子过敏的话，他们说肺开窍于鼻，意思是说中医会先建议你就是先驱风寒，补你的肺气，三个汤建议你，像是桂枝汤、麻黄汤还有葛根汤。好，再来天气部分还要带大家来看观光的部分呢，大家可能就会想说这时间点就是适合赏樱，包含像是无论在台湾还是去日本或者是去南国韩国，那我们就整理出来了这一个开花的这个时序。但是因为今年全球气候变迁非常的频繁而且很异常，日本今年的樱花开花的时间可能会跟往年不太一样，因为现在的温度跟五月的时候的温度还蛮类似的。樱花开，积雪也提早的融化。像是在气象情报供应公司就讲说，今年受到了暖冬的影响，所以日本的樱花盛开时间会比平常还要来得早。而去年和前年呢，东京是日本最早开樱花的时间，而今年确实也差不多就是在这个位置。在3月18号的时候他们就会开樱花，而在2023年的时候呢，也是东京抢第一个开花的地点，3月14号的时候就开花了，与2020还有2021都并列观测史上的最快。所以从2020到2024，今年呢其实整体的花期很像都变得开花时间有往前提前了1到2个礼拜左右。好，日本气象厅有做一个统计，说1953年到2023年樱花绽放的时间越来越早。2021年的京都樱花3月26号达到了满开，就已经达到了满开，创下了千年以来最早最早的记录。因为他们也观测到在京都的均温呢，较往年高出了3度这么的多。而日本科技商也警告说，这样子的极端气候如果持续的话，当均温如果升超过4度，很有可能在日本9州的樱花你就看不到了，在2100年的时候。还有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些资料给大家提供做个参考，就是在比较高的纬度，如果温度变得比较暖，全球暖化持续的发生的话，在高纬度地区的樱花它会提前2到3周，但如果是比较低纬度的则会有一个延后的情况，因为它必须要经过受寒的时间比较长，才有可能会让它的花苞绽放的比较完美。所以樱花不再盛开或者是开花不完全，会因为全球暖化而导致它整个开花变得不太顺利。好，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带大家来看的就是日韩的樱花，这几个地方呢都是我们常常去看的一个地点。但是像是在南韩最具代表性的赏樱活动镇海军港节，以往在4月的时候举行，但是因为受到了暖化的影响，今年提前到3月22号开幕，大概时间都往前了大概1到2个礼拜，创了62年以来的最早记录。而根据组织的统计发现，在2024年的1月的时候呢，是有记录以来的最热1月。我们从下面这张图表可以看得很明显哦，这一个黄色的这一条线是2016年，红色的这一条线是2023年，更深的红色的这一条线是2024年。可以看以1月来讲的话呢，红色的这一条2023年呢温度是最低的，接着黄色的这一条线达到了华氏69度，而在今年的1月的时候竟然来到了 69.9 度，这个温度真的很高。所以很多人都说啊，今年不是暖冬吗？但是为什么感觉冷空气很像蛮多的，对于台湾人而言觉得蛮冷的。但是实际上做出来的统计呢，今年的1月真的还是蛮热。而我们之前也在跟大家提醒，生一年的隔年往往才是最热的时候，所以2023年创下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2024年还会持续，而且还会更热。好，气候变迁的加剧呢，包含像是有很多的赏樱啊受到了一些影响之外，还有像是滑雪的地方也变得不一样。像是这个地方是阿尔卑斯山，他们往年以前他们可能积雪会很多，积雪够厚他们才可以去滑雪嘛，是一个滑雪胜地。可是你看到在今年
它的这个雪非常非常的少，甚至呢你还可以看到这种植被，看到这种草皮，所以它整个滑雪的观光大幅的降低，很多人就转而去看极光。阿尔卑斯山呢，原本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滑雪胜地，每年有吸引 1.2 亿人哦。就因为全球暖化、暖冬导致有严重的威胁，从原本过去可能积雪覆盖率呢有到 72%， 但是今年的冬天阿尔卑斯山的积雪却不到 40%。好，那缺雪因素呢也让德国还有荷兰、英国的旅客转向我们刚刚说北欧极光旅游，而挪威的航空就预估在2024年的第四季冬天的时候，整体的运力会将增加 16%， 大家看不到雪就改去看极光。再来，这个极光最主要它是怎么来发生的，就是太阳的高能量带电粒子与地球大气层碰撞，与地磁反应就会产生这个绿色啊、黄色啊、白色啊、蓝色的极光。但是我们之前也为大家做过整理嘛，就是这几个地区也不是说你去到现场就一定可以看得到极光，有时候还是要一些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才有办法。好，那再来这个我们刚刚有讲到极光它的成因是因为太阳带电粒子的碰撞，以及这高能量的粒子碰撞的时候，强的反应比较明显的时候呢，就会产生那颜色比较鲜艳的极光出现。但是如果当这个粒子它的能量非常非常高的话，它就容易会产生这种太阳风暴，而太阳风暴就容易会造成暖冬，而这样子的能源就会相对减少，包含像是我们之前一再提到的臭氧，就会因为太阳风暴导致它消耗量变得非常非常的多，进而产生极地涡旋。当然极地涡旋在北极或者是在南极这一个区块它们存在很正常，但是如果当极地涡旋它反复的出现，而且甚至更强，冲到了纬度比较低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呢，那你就要注意了，本来可能纬度低的地方不会到特别特别冷，可是未来几年这会越来越频繁，极端的天气会加剧，一下子很冷一下子很热，像是之前2016年的霸王级寒流，有点类似这样子的概念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没有网友有来提问。好，这个肯图有说，他出差回来，他是去韩国还是去日本？那边的天气呢？其实这几天相对来说是比较好一点的，但是呢，过几天樱花盛开的这个时间点呢，可能人又会变得很多，但是有没有办法如期真的像东京3月18号的时候这一天开花，这当然这都只是一个预估啦，给大家做个参考。但是因为这天气变化真的很大，没有到那一天你真的不知道花期会不会顺利的开。好，最后我们来为大家来做一个重点的整理。基本上呢，今天的天气就是很稳定，一直到礼拜四的上半天，但是礼拜四虽然变天，但是高温还是很热，还是有机会来到27度以上，指的是北部地区，中南部地区当然还是比较热一点的。而到了礼拜四的下半天，礼拜五你会觉得比较冷比较凉一点点了，因为东北季风增强。礼拜六礼拜日呢会稍微的回升一点，大概1到2度左右，因为东北季风有稍微减弱，但是在下礼拜一又有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有没有可能到达寒流？不会，它大概最多最多就是达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程度，但是呢还是以冷气团的几率比较高。那它现在也是强弩之末，因为毕竟整个都进入到冬末春初，春天要来了，所以这个温度低温寒流冷空气会越来越少。未来几天的天气我们会持续带大家来追踪。今天我们直播就到这边，拜拜。